她是一个普通的日本老师，因为种种原因改行当上空姐。
有六套，不过数量可不等同于质量。他的这六处房产每个都大有来头。其一是在印尼的房产，印尼是她老公的故乡，在这里的房产自然不会寒酸。通过稀少的图片资料来看，这完全就是一间顶级别墅，价值去估计也要个几亿人民币上下。其二是加里曼丹岛，加里曼丹岛算得上是他们两口子度假的地方，这里的装潢未来科技感爆棚，并且据某位拿着照片去网上查阅家居价格的网友爆料，他们家其中一个沙发的价格就要达到1000多万人民币，全套家具加在一起最少也要1亿以上。当然这还没算上房屋本身的价格。其三是新加坡的一处私人疗养院，疗养院内有泳池、椰子树、浴缸，比普通人家的卫生间还要大，并且据秦代夫人本人透露，这个疗养院他们夫妻都没怎么去过，每天的维护费用都要赶上很多人一年的工资了。其次是位于澳大利亚的庄园，这个他们夫妻倒是经常去，因为这里有着一个他们私人的高尔夫球场，整个庄园的面积都快赶上一个小县城的面积了。其五是位于日本的一间高层住宅，这个看着还能普通一点，但这其实是因为这个200多平的房子只是一个仓库而已。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夫妻在日本经常居住的家了，而他们对外经常展示的就是这里。据秦代本人说，这间房子是10多年前建成装修的，大概有300多平。这个数字看着不大吧，但你知道他家所在的这个世田谷住宅区的单价是多少吗？这么说吧，在10年前，这里叫外层的房子单价就要达到15万人民币以上，那么内层现如今的价位大家就可想而知了，怎么也得达到25万一平，再乘以300多平，大家算算值多少钱。当然这还只是房屋的价格，毕竟这才是经常居住的地方，这里的装修自然也是不会差的。根据日本一档综艺节目的拍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别墅之中满院子的名贵绿植，正中央还有一个意大利空运而来的喷泉，这喷泉光是人工费运费就达到了数百万人民币，更不用说它的价格了，简直就是价值连城。屋外简约大方，屋内则是奢华之中带着一丝质朴。据秦代夫人介绍，他们家所有的地面铺的都是上好的大理石，还有那些吊灯、桌子、家具全部都是欧洲最顶级的奢侈品。不过这些东西的价格却不得而知，因为秦代夫人自己也不知道价格，她只是看着品质好就刷卡购买了。评论一个女人是否是贵妇，并不是看她有没有钱，而是看她的气质和内涵，所以很显然秦代夫人较比那些嚣张跋扈之辈更能配得上贵妇的称号。那么视频的最后，大家认为还有哪些贵妇能够和秦代夫人匹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内进行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各位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点赞关注。